谢谢啊，谢谢。啊，不行，我不讲了。还是搞得没？你吃的吗？我吃吧，吃。我把披在外面啊，家人们。更穿这个更亮了，是不是？因为它的颜色本来就比较亮，哥姐们颜色比较亮。这件好看，谢谢啊，谢谢直播间里面家人们，你们一直都在捧场，一直都在捧场。佳薇穿什么都好看，是不是啊？谢谢。好了，哥姐们，那就出掉吧。这样可以吗？这样就有点，因为我里面的那个它是长，不是，它是短的，短袖、中袖嘛。然后，所以我就套了一件外套，哥哥姐姐们，欢迎欢迎，哥哥姐姐们进到佳薇直播间啊！欢迎大家，家人们，你们喜欢佳薇的话，可以给佳薇点一波小赞赞吗？咱们一起啊，齐心协力把小争取10万，那10万进到佳薇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一起把这个小手指按在这里，一直按着就可以了啊，它就会双倍的点赞，好不好？谢谢啊，谢谢哥哥姐姐们。我不是在捧场，我是一直在看你，是不是？谢谢啊，谢谢哥哥姐姐们。对，李哥真的有眼光，佳薇你真做一流主播。但是哥哥姐姐们，我觉得我比起那些专业的主播差太多了，只能说是偶尔开直播跟大家聊聊天，分享分享一点东西，跟李哥讲一下跟李哥的进展哪，哥哥姐姐们，你们想听吗？因为现在的话，家人们，我也不是很能明确的说吧，很能明确的说，想听啊，想听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哥哥姐姐们，你们是想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还是说现在的进展？我都不知道了。想听，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现在能有什么进展，家人们？现在就是我们的话，他这两天就来找过我三次吧，然后其他就没有什么了。而且我知道他前段时间是遇到了一些难处嘛，然后最近李哥他跟他的朋友不是合伙开了一家什么什么工程招标的那种吧。然后就搞了跌了几个单子，好像就有点回春了吧，就是他的事业稍微起色了一点点嘛。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现在来就是每天过来找我玩干什么，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就是具体关于我们两个的事情我没有问过他。不说了，佳薇，是不是啊？我也害怕我说太多了，待会儿又被别人说成是什么什么了。美女多大了？哥哥姐姐们知道佳薇有多大吗？哎呦，我是怕我说多了待会儿被那个啥了，好像这种事情不能在这个平台上面说太多。哥哥姐们22，对，哥哥姐们22，但是按照我们这边年龄来算，我是23岁，我是属那个的，属马的，哥哥姐姐们，佳薇是属马的，你要抱抱他，让他开心。哥哥姐姐们，你们是在开玩笑吗？你们是不是在开玩笑？不要跟佳薇开玩笑，好不好？很小，是不是？直播间有没有家人们是属马的呀？哥哥姐姐们，有没有家人们是属马的？属马的一定会有好结果，不开玩笑，对啊，不开玩笑。佳薇要有信心，等着李哥，是不是？
真是安慰。家人们，其实我跟大家讲吧，我们这个民族比较含蓄，真的比较含蓄。像如果放在以前的话，就是女孩子啊，穿裙子都不能露膝盖的那种，知道吧？我还是喜欢开始的嘉威和李哥，还想知道你跟李哥的近况。我跟李哥，哥姐们，我现在想的就是顺其自然，真的顺其自然。因为这一系列事情下来，我觉得太激进的话，反而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真的。你应该有更好的归宿，这个就看情况吧，家人们，看情况。李哥，快来吧，他昨天说好了要给我们发福利的。哥姐们，你们还记得这事儿吗？嘉威，你回我的私信好吗？下直播的时候再给大家回好不好？下直播了再给大家回。顺其自然，是的，因为就是，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你们会有好结果的。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再次那样对你，你会承受不起。我们都是女生，能理解。所以说哥哥姐姐们，我现在没有就是迫切的想要有什么结果，因为我觉得未来的事情都不可测，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没有想过这个。哥哥姐姐们进了嘉威直播间啊，对，自己考虑好，是不是？肯定要自己考虑好呀，因为我觉得女孩子跟男孩子确实就有点区别，女生的话一旦选择错了就很难再从头再来吧，就是这样的。对，嘉威啊，嘉威，我叫嘉威，哥哥姐姐们，晚上好，晚上好，家人们，做好自己就行了。对，就是之前有个姐姐跟我讲过，她说嘉威啊，你永远都要保持人格独立，一定不要把自己依附在某个人身上，或者说是某件事上。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保持自己的生活人格各个方面的独立，不然以后会很难怎么怎么样。当时我觉得我这个姐姐说的非常非常对，真的。李哥比你大一些吗？对，家人们，他比我大一些。欢迎哥哥姐姐们进到嘉威直播间，欢迎。哇，非常对。他多大了？哥哥姐们，你们知道李哥多大吗？知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李哥多大啊？李哥是属什么的？属那个属耗子的吧？他是属耗子的，是多大？我看一下。90，27吗？跟你跑呀，属鼠的啊，他是属鼠的，看一下，他是属鼠的吧？96，哦，28了，28、29了。快奔三了，对，快奔三了，辛苦嘛去了。属老鼠的哥哥们，属老鼠的，96年的吧，96年，看一下96年，
应该是96年吧，哦，96年，28岁，对，28还是29啊，哥姐姐们，把我。那就是29，怎么有说28，有说29的？老鼠很聪明灵活的，是不是？28岁是不是？对，应该就是28了。96年，你看嘛，96年再过4年就是2000年，2000年现在已经24年了，24年加个4年就是28嘛，对不对，哥姐们？28啊，28。嗯，28加倍22。差6岁，哥姐们，差6岁。我是02年的，咱们我是02年。00后。对，00后。李哥来了，你开心吗？家人们，你们开不开心？李哥来了，你们开不开心？但是他现在应该还要一会儿，应该还要一会儿。老鼠很聚财的，真的吗？那哥哥姐姐们，你们和你对冲啊？嗯，黑白我不黑白起来，开心啊！加倍，我老婆比我小10岁，我比李哥小6岁。表妹啊，这两天李哥在这里，你很开心哦，感觉心情很好，是不是？没有吧？没有吗？啊，你觉得我很开心吗？我表哥每次哥姐们，我表哥一来我直播间，他就老是讲一些让我稍微有点不好意思的话题哦。老鼠聪明是不是？表哥，你属什么？啊？你属什么？我属蛇的。你属蛇？嗯。属蛇。对啊，我比你大1岁，2岁吧。哇，你是属蛇的。家人们也有属蛇的，那你们跟李哥是一样大的吗？哥哥姐姐们，你们是跟李哥一样大的吗？6岁犯六冲不好，这是什么？大6岁不太好，会冲，抽个自限点。嗯，主要是人品好，对不对？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算的，哥几们，我都不知道怎么算。欢迎家人们进到加微直播间。属蛇，35岁。哦，表哥你35岁。我是属龙的。属龙，你到底属龙还是属蛇？龙啊。龙。2000年在我这儿。哦。六非常好，说性格合不合，冲那个是很合，什么意思？不要六相克。对，加菲属马，哦，我属马，哥吉嘛。龙和马会不会相克啊？龙马，牛马才相克吧？龙马。我是属龙的。你属龙。嗯，对。李哥今天不在啊，哥姐们，李哥还没来，我开着直播等他呢，而且我已经做好了饭等他过来，我们一起吃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吃饭了没有呀？如果你们没吃饭的话，待会儿李哥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吃，好吧？龙马精神哦，挺好的是吧？因为龙马精神，我觉得李哥这看一下表哥，家人们你们想看表哥吗？他穿这个军大衣真的一点都没有形象管理，吃好的是不是？嘉宾你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要暴露自己太多，不是问什么就是答。好的，想看表哥，可是表哥你要不要露个镜头？你给直播间嘉宾打。这些衣服真的一点都不好。你跟他们打个招呼嘛。看你表妹，你跟他们打个招呼，让表哥给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哥哥姐姐们，让表哥呀，他称你说晚上好，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晚上好，直播间里面的，你们看他穿的衣服，叔叔阿姨们，我穿的衣服就太那啥了，我就不出镜了啊。他穿着那个军大衣，哥哥姐姐们，你们那里天黑了吗？你们是不用害羞的，不用害羞的好不好？表哥什么出镜先看看。算了，他怎么突然变这么害羞了？平时
叽里呱啦的话那么多的，对不对？平时今天那直播间这么多叔叔阿姨，我肯定这样吧，你下次好好收拾一下。行行行，你下次吧，下一次吧。下次弄个发型，洗个脸吧，脸都不洗，我真的是亮着呢。他们说还没有黑。哦。你给李哥发个信息吧，看他多久到，看我们还要等他多久。好的。因为我手机在直播，哥姐们，我手机在直播啊。是那个三种表哥吗？哦，不是，哥哥姐们，四种什么意思啊？昨天看到你表哥了，真的、啊？嘉威，你们那里温度很低吗？家人们，我看一下啊、哦，我们这边今天多少度？估计也就只有16度，家人们，16度，你们那边多少度呀？家威煮什么好吃的给李哥吃？我煮了个腊肉、香肠，还有有一个我们这边养的那个鸡是吧？鸡是土鸡是不是？土鸡呀、啊。对，煮了腊肉还有香肠，30度，还32度，家人们这也太热了吧？这么高的温度啊！我们这里今天下雨，然后阴天就有点冷，我就穿两个军大衣。今天现在都才那个6月初，哥姐们，你们那边就30度了，我们这里26度、33度，我们这边9度，9度的家人们是哪里的？九度的就可以跟我一样穿一个大衣了啊！穿大衣说不定都有点不怎么好，对吧？对对对，穿短袖。你们好，那边谁跟你说话？我表哥，在吗？我表哥。本来我想让他露镜的，但是他今天有点太邋遢了，就不让他露镜了啊，就不让他露镜了。你刚才十分钟到了，哎。10分钟。对，他好。哦，哥哥姐姐们，我表哥说李哥再有个10分钟就到了，有个到了就让他出镜吧，要不等一下去。你学什么？是你表姑、表哥还是什么意思？表哥，哥哥姐们是哥，不是姑，好吧？表哥听声音就很帅，阿爸家人们，你们还能听声音来辨别啊？你们好。还有10分钟啊，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哎，李哥比我帅多了。李哥比你帅多了。对对对。好的，你要是觉得李哥帅就好。是姑姑的儿子吗？就是我爸爸的姐姐的。那边的舅舅那边。谢谢莫西。莫西的，我直播间错。娘娘的人呢？表哥的，真的。爸爸呢？你问呢？是。嘿嘿。李哥，你到了吗？李哥。老表。哎，李哥，来坐这里来。下雨了你。穿怎么这么少啊？过来坐吧。没有，哎呦。来，你坐。是吧？是要坐一会儿吧。你让我把灯台外面来干嘛呀？坐吧。来。坐呀。你在拍视频吗？我们在直播呢，直播。哦，在直播呀。对，我们在直播。哎，嘉威，你最近怎么这么喜欢直播呀？因为我想跟直播间里面家人们聊天，而且昨天不是答应了他们今天要直播吗？对不对，哦、哥哥姐姐们？李哥来了啊！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欢迎一下李哥，好不好？咱们全屏把“欢迎”两个字打在公屏上，欢迎送给咱们的李哥，好吧，哥哥姐姐们。谢谢。哎，你们这样的风景真的，你看下雨都这么好，是不是啊？真的，空气又很新鲜。对，新鲜吧，是吧？欢迎，咱们全屏把欢迎打在公屏上面，可不可以？哥几叔叔们，打欢迎两个字就够了啊！欢迎两个字就够了，欢迎家人们。对啊，李哥来了，是的。我这么多家人们，你跟他们打个招呼呗。家人们，晚上好。哎，我都不好意思出来。你看吧，我上。我怎么猜？家人们，你。
要不我。